喺今日嘅娛樂快門咧，就會同大家介紹一部舞台劇《北緯二十二度咖啡店》噶，咁睇下佢哋喺佛山演出嘅情況喎。咁另外咧，仲會介紹一首冬奧為主題嘅歌，以及啦，澳門歌手潘子文嘅得獎 MV。事不宜遲咧，依家一齊了解下。娛樂快門一定。今年開始就流行呢個平衡宇宙啦嘅題材嘅文學同埋影視嘅作品嘅喎，咁所以咧就啟發咗歌手潘子文對於呢方面嘅興趣啦，咁從而咧探索宇宙學、考古文學、量子力學等方面嘅知識，作為創作嘅最大動力。所以今次嘅 MV 咧拍攝就作出咗全新嘅突破啦，用咗電腦嘅特效技術拍攝同埋後製，希望呢個首歌咧可以帶俾聽眾全新嘅視覺體驗噶。而潘子文咧，呢首歌咧响澳门国际短片影展咧就夺得最佳视觉效果奖噶，恭喜晒啊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，下集會有更多精彩，下集再見啦！